家好，我是 Joyce 周怡，我是 Money 钱毅，大家好。我们来到了三义的西湖度假村，今天来参加一场 BMW 的车主大会师。是，没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只有 BMW， 没有其他车款了。今天据说是有300名车主自主报名参加哦。对，虽然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可是车主的眼神其实都很锐利哦。对，都在检视一些好东西到底在哪里。听到他们在讲这种油品添加剂啊，说真的，坊间也很多。我个人是抱持着很好奇，想知道大家使用心得。你有没有觉得就应该请当家的先出来面？是，我们就先把它抓出来再说了。当家的来吧，李总，你们用的是耐米钻石。对，那这个厉害在哪里？一般油品来讲，你要让它能够降温，似乎做不到。我们这直接可以降温。对，降温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像我本身也添加过其他的，也是很多，常常在找这些好产品，但是能够降温的我真的没有遇过。一个是 S5， 然后一个是 S8， 这是 S8。对，所以 SS5 就是比较超跑型或者是性能型，性能型要用的。很多人就是一拿到原厂的车主手册，它上面不是都会写说不建议添加原厂以外的一些添加剂吗？是，工业最厉害就是做到我们这可以跟任何的合成油、全合成油。对，任何品牌都可以做很用。今天现场有很多车主朋友，他们是没有用过的。他没有用过。然后我刚刚已经有听说可以现场试用。是哦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好棒，好棒，好不好？走。好的，要踢馆的车主来咯。是，没错，而且后面的排了大排长龙啊。重点是我们旁边这两台，对，地表最强字母是什么？M。好，M Power。OK，M Four，M Four。是 M Four，M Four。哎，我们两个今天一起来感受一下。现在没有 M 是不能出门的，是吧？来，车主朋友们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对，小野。小野，你的车平常开起来，你觉得有哪些最想要改善的地方？起步延迟啊，然后但加速能够更快。刚刚是从哪边开过来的？台中。哦，台中啊，开了一长段时间了。这个车在开起来，现在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要补足它的？就是说有什么想要最大的愿望？机油温度啊。哦，机油的温度。刚刚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哈非常非常热，可是我们要讲其实不准，对不对？有数字可以看。现在是几度？我们来看，哦，105啦。等我们请这个小姐帮你加一下，好了，画面会比较漂亮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盖哦还在庆烟呐，这个车你看有多烫，来交给我们的美女帮你倒下去。哦，很浓稠，有没有黑色的？这个就是所谓的耐米钻石的颜色，对吧？哈，去测试一下。OK OK， 走。因为我们那个起步没有办法这样，我是用低档跑的。我是用低档跑的，我还没有切 Sport 模式。哦，那个力道更大。我们后面的摄影师，你还好吗？相机飞来飞去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来到107度。我平时在开车都在108度。哦，它有差嘞，它低档。那个，你刚刚加了这一罐添加剂，到现在就几分钟而已哦。对对对，它那个低档很夸张哎。我一般正常我们在开都是低档，然后会延迟很多。它竟然刚刚让我感受是没有延迟，竟然是直接出去。这一支 SS5 嘛，我们一直对这一类的商品会觉得它是有点智商税。对我们来说，真的就是你花这个油，心灵上感觉有差。可是实际上我今天开是。不是只有心灵马力，对，不是心灵马力，是真实有感，而且它那个力道是让我原本没有感受到的力道。那现在开起来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开起来顺很多，顺畅蛮多的。就是起步的时候有差了哈，感觉升级蛮多的。对，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讲呢？不瞒你说，其实我的车呢，在前几天我也加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加下去呢，你现在会感觉到很神奇的是，它的提速会变快，来自于它的引擎温度会降。引擎温度会降哈，我研究过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机油得到更充分的润滑。你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心情？现在蛮期待的，蛮期待试完车之后的油温。好了，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快要回到我们出发点了哈。我现在呢就要来帮你揭晓一下，来来来，左转这一批的高啊。
揭晓一下现在的这个温度哈，机油温度到底是多少？来，讲讲讲讲，哇，99度哎，99度，100以下，你看，不惊人不？我不会。你看104，对，就很夸张，为什么会这样？103，103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夸张了。好的，我们的车主体验回来了。刚刚小野呢，因为有很多疑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刚好有遇到顾问，对不对？顾问级的，你可不可以帮他示意一下？我想问说，为什么它的什么原理让车子去做一个瞬间能够有感力？我原本会涡轮迟滞的问题，竟然可以让我在低档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就有感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是纳米钻石，纳米钻石在添加下去之后，它将会是用滚珠效应或是填补缝隙的方式降低它的磨润。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使用年份或是里程越久的车，它效果会越好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们听说有这个检验报告是吧？是是是。这一台车呢，出厂年是2006年，对，老车了，对，老车了，已经老车了，老车了。好了，38万。38万公里够长了，我觉得蛮有参考意义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合格标准呢，这是一氧化碳的排放，是这个是氢化物嘛，是，对不对？那这台车那时候去验的时候，我觉得0.19跟31 ppm 这个数字都是在合格以内，正常范围了，算蛮固的，对对对，固的不错哦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对，这个是109年去检验的，是。这个是111年1月13，够近了，够近了，对，很近的，很近，就最近前几天嘛，对，前几天的。好，那验出来的结果，哇，一氧化碳0.01，然后氢化物10 ppm， 10 ppm 哎。前翼这代表什么？你这个代表不但是这个车子变得好开、省油，然后有力以外，再救地球了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场安华油品 BMW 大会室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好久没有参加车聚了，你看有吃有喝有车可以看，还有这么多的车主来分享自己的经验，有更多的机会，我不像诸位多多来体验。对，没错，对吧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